什么？这边是在查逃票啊！你看这个中东人呢，这个中东人模样的人啊，他是被查出来没有买票啊，所以这边是在罚款啊。然后呢，旁边有很多这个人也在罚。颜色不止一种，所以有人在巴黎沉醉，有人在巴黎迷失。尽管如此，巴黎永远是人们心目中充满渴望的城市。